我跟他们拼了！妈，哎，等会儿，你拿菜刀干嘛呀？啊，你妈今天在这儿，被一帮老娘们打了，我找他们拼命去！我没办法呀，谁让我说那么个儿媳妇儿啊？生不出孩子不说，还好吃懒做。我们小地方来的实在人呐，怎么斗得过他呀？只能忍气吞声了。 你没看那个劲儿啊！哎呦，我看见他就烦。华婶，锻炼呢？哎哎哎哎，对了，那大力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怎么样？啊，这个不太好说。哎，华婶，你下午不是约了我婆婆打牌吗？谁稀罕跟他打牌哟？又不付钱，老累。我婆婆这人啊，就是性子有点急，其实人不坏的。哎，华婶。 我之前听我婆婆说，您儿子最近被公司辞退了，都闲了好几个月了，怎么样？找着工作没？也没多久啊，就是工作累了，在家歇几天。又没着急找，又不是找不到。嗯，是，您儿子学历高，能力强，找工作一定没问题。那是。那我先走了，华婶，你锻炼。哎，满嘴喷喷的死老婆子。 说你算账！哎呀，又是分了，小心了，我可进牌了。哎，气死我了！哎呦，手气真好呀，华婶！哎呦，给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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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什么钱？哪有什么道理的？什么不给钱？给钱给钱！不给了，我这几年还少收你们钱了，幸亏我儿子有本事，不然的话日子都过不下去了。哎呦，你儿子多有本事啊！ 托尼老师嘛，一个理发师助理，又是融资，又是上市的，靠他自己呀、啊，还不是靠爱卿他娘家人，是靠女人吃软饭的能耐啊！哎呦，那是厉害呀、啊！你说对了，我儿子就是有本事，他吃软饭也是本事啊，不像你儿子啊，三十大几了，窝囊废一个，还打着老光棍吧。 媳妇儿，媳妇儿没有，工作工作混丢了。要是我都不活了，我先丢人。行行行，你能耐，给钱给钱给钱，不给，给钱。最后一把哪有给钱的？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别拉我，别拉我，我快崩溃了，别拉我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亲啊，你快来，你婆婆跟华婶打起来了。不给钱是吧？你不是说你儿子有钱吗？ 到你儿子公司去，你找他要钱。行了，你去我儿子公司要吧。没有地址吧？我告诉你，让你看看我儿子公司有多大、多气派和气度。你干什么呢？我干嘛呢？你没看见他们在欺负我呀？你干什么呢？你看不见他们在欺负你妈呢？你干嘛来了？爱卿，你疯了？你掀我桌子？我疯了。 等你儿子回来跟你解释吧。哎，哦，对了，妈，您不是之前说过吗？这些阿姨找您打牌就是为了组团骗您钱，从今往后别打了。你徐承之，你个老不死的东西，谁骗你钱了啊？是张婶子还是王大妈呀？我们没骗你钱。你个老赖，平时不是说儿媳妇的不是，就是东家长李家短的，所以你儿子才生不出孩子来。 妈，哎，等会儿，你拿菜刀干嘛呀？啊！你妈今天在小区里被一帮老娘们打了，我找他们拼命去！我！哎呀妈，您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！妈，怎么回事啊？妈，你妈今天在小区里被一帮老娘们打了，你儿子你去替妈报仇，你去！妈，哎呀妈，我跟您说啊，物业已经把这事跟我说了，咱们这边不占理，明白吗？什么？咱们不占理？他们一群老娘们打我还有理了是吧？
哎呀妈呀，您能不能不闹了？儿子还想在小区里住下去呢，多丢人呐！你嫌丢人是吧？行，你不去打那帮老娘们是吧？你现在去把爱情给我薅出来，扇他俩嘴巴啊！你要是不去，你妈就白养你一回。妈呀，爱卿是叫了保安来救你的，咱们不能恩将仇报，对吧？他救我？呸！我谢谢他，他还救我了，他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儿子，你是没看着啊，他那个凶的呀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啪，把麻将就周了啊！你说自个儿家人不欺负我，那别人敢打我吗？妈，您怎么不跟大力说说，我为什么嫌您桌子？老公，看来咱妈对咱们融资这事儿意见很大，否则也不会唆使华婶去公司闹。妈，今天这事儿换我，我也得把桌子掀了。你个坏女人，你挑拨我们母子关系是不是？你个坏女人，你心太坏了，你。妈，坐。您别闹了行吗？求您了，啊。